我们先选一间要多好的，把门打开好啊！这间，我们先打开，等下冲进来就关门。这些人是怎样？脑袋有问题是不是？这里都没有电池哦，那么穷哦。那么多房间，好歹给颗电池吧。嗯，有笔记呢。我是一个乞求者，我只能靠喂养来为我的主人效力，请带上我沃雷德，让我的牧者使徒看到他，还有他的荒野，一个更……他小子没路啦，哎，怎么没路了？哎，没有天花板啊。好，从窗户爬出去，哪一个？这个。God hates sickness. 上帝讨厌 sickness 病态。上帝讨厌没病。他妈的储存吓了我一跳。God always provides.这什么东西？喂，上帝总是留有一条路，预防一条路，提供啊！小鸡鸡，夸小啦！哇，这两个还有割过哎、欸。这两个还有割过包皮呢。My Jehovah, you alone shall escape the tavern. This is your penultimate act of weakness. The promise of the prophets was always freedom from death. And here it is. You will watch.关起来。啊啊啊啊！哎他妈，那我要怎么出去？我这两个还帮忙开门哦，是不是我一冲出门，他们两个就要开始追我、啊、？God has money.上帝讨厌钱、啊，这肯定是谎话、啊。上帝肯定是喜欢钱的、啊，啊，不然教会的钱都捐给我啊！妈的嘞！啊，怎么出去啊？门都关着。
哎，通风口，找到你喽，师言，什么师言？关我屁事啊！又储存了，有鬼！这里是哪？怎么又有那个他妈屠夫啊？天佑，华佗！他会走位耶！操！床的世界。话说你们有没有推荐的床垫啊？虽然你们年纪还轻，可是有没有人有推荐的那个床垫的品牌 ？KYT 席梦思，华哥有名就卖胸罩的，你他妈你以为我妈的没看过是不是？华哥哪有卖床垫？买最贵的就对了，是吗？啊，那胖子是要走了没啦？靠背啊，在外面守尸是不是啊？路在哪里呀、啊？通风口爬上去。哦、这游戏真的他妈很多通风口哎、欸！这不是那个，这不是那个没有地方躲的房间吗？这个音乐有鬼！新的目标，找到其他出去的路。三小，他不是说通往大门吗？为什么卡了一下？傻小，妈呀！撞到桌子是不是啊？这不叫一声啊！储存中哎、欸，又储存呢、欸。A block A 区。A block， 沙小啊，没路是怎样？哎、欸，有东西可以吃、欸，吃一点吧，兄弟，很久没吃东西了，肚子很饿呢。
他这里都没东西，叫我开门干嘛啦？也没有地方可以躲啊！又有储存呢、欸，通风口。一直储存干嘛？这里又没东西，在那储存储存，存爽了没啊？先看一下通风口有没有破掉可以爬的。A black。哎、欸，可以出去了、欸，外面是亮的了、欸，天亮了，让我出去！打破玻璃啊，你干嘛、啊？是要逃吗？没地方可以跑啊！问出去，哈哈！操你妈的，过来一下，这里能不能出去啦？能不能出去？我对沃雷德病患的第14次尸检。那包弟弟还是把他开白鸡，先去救弟弟，什么鬼东西？所以要爬那个通风管是不是？没有啊。现在到底是要怎样啊？要往回走是不是啊？科技。
他是不是要死了、啊？怎么感觉他好像要死了？在主实验室首要比例 Morphogenic Engine Chambers 大小啊荒漠这是我走过来的地方吗我记得所以这个门打开意思是主实验室在这里面吗又储存了B block， 姚总，你开台哦！他上次不是说要找我玩 Overcook？好、啊，他现在还要不要玩 Overcook 啦、啊？啦！这也出不去、欸。是啊，又有通风口是不是？哎、欸，没有通风口啊，搞啥呢？妈的，这间实验室怎么那么多厕所啊？每个都尿失禁是不是啊？每个地方都一堆厕所。他人在哪里呀、啊？但你老师的，不是啊？他不是说在主实验室找到比利吗？啊，他不是比利？哦，我为什么找到他被他干掉？厕所王厕哥。条死路吗？到底是他小啦？